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神秘些，各位神仙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，众生阿弥陀佛。咱今日啊，要继续来讲这风水真经，风水真经啊。咱顶节咧，讲到这风水真经啊，哈，会当利益哈，利益众生啊。大家共同人间的佛净土，诸天佛菩萨圣神呐，哈，总共同啦，希望说这是会请几个仙师下凡尘呐，公开传这个妙法，希望各位啊，听到这个法以后呢，哈，以后呢，应该好好啊来参悟，好好啊来参悟，啊，咱顶节讲到，希望各位弟子。用于勤修，勤学易经甲风水学，普利众生离苦得乐，化解凡尘人间的仇恨斗争、相互残杀等心念甲行为啊！总希望这个风水真经传出以后，各位了解风水真经的真实的内涵以后呢，大家呢？将所学、将所学的来帮助咱的厝边头尾，帮助咱的朋友，帮助社会有需要的，咱这里有需要的人，帮助离苦得乐，帮助因会当离苦得乐。昨昏我伫登去台中啊。阿拄啊，一个信徒，一个信众地主，或者是你的地主啊，就走去找，讲厝内底是足袂平安，厝内底是有够无啥啥，伊的情形就是安尼呢，就是原来厝好好，住了袂歹，雄雄的，头前人去开一条巷仔路，变做伊的厝原来安尼，对面呢，当时伊买啊。伊无查看卖对面是毋是有计划路无？好，计划路，结果呢，买咧住即六七年以来咯，真平顺。真平顺呢，还煞袂记咧佛祖，袂记咧王禅老祖，还袂记咧佛祖啊。即六七年诶，真顺时啊，顺。结果咧，差不多半年前啊，对面呢起厝起来啊，起厝都起起来啊。头前都一条计划四米，一条六米巷，一条六米巷，遐拄好咧，伊即间咧，当时啊要买即间个是人，中介公司遐吼，叫讲买伫边仔来，买伫边仔来，伊干呐要爱即间，为了要即间安尼吼，足无欢喜就对啦，人叫卖啦，卖迄间啦吼。伊刚刚要去经，这就可能业业啊，业业。住了平安平安，顺时的，半年前嘞开始的，厝人起起来，行路冲来啊。内底嘞，拄住一个咱社区，一个叫做咱一般吼，中庭啊，社区就冲来，拄开了嘞，路厝直直双边壁贴起了嘞，开始的加来嘞，在一年年。
吼，车祸车祸，破病破病，开刀开刀，吼、哦，有够袂顺心啊！啊，生理吼、哦、所赚的钱有出物件有出的钱袂入来，啊，囡仔开始变歹，啊，当去问我讲，唔知要安怎，吼、哦，唔知要安怎，我迄我无法哩啦，要安怎？吼、哦，我无法哩，我你若去想着。哎呀、啊，我你你若无起来试哩，我试哩，我唔知影，唔知影试哩，敢会记哩？较早有块迄间五环五街啊，敢会记哩？迄间尔，未记哩？唔知影试哩，我哦，你不哩现实了哈？伊讲老师歹势无用啦，即种款生理都未生理好啦，无用啦。我讲迄唔是理由，迄唔是理由。各位啊，吼、哦，心想佛菩萨，可能到三更以后呢，佛菩萨一边滴哩一支啥？只得一点心尔，唔是爱你挂果子，果子你拜拜，你嘛阁挂倒转去，吼、哦。啊香咧拜拜，吼、哦，有时只一点心甲香，吼、哦。啊香咧所得偌济咧，但是一点心，迄点心啊，你若讲啊，我若损失了咧，啥都袂记咧吼，啊，迄个足麻烦咧。但一旦在下到位只课堂，我讲你起来山顶只阿只只讲，我袂甲你讲啊，吼、哦，你先拜多少，先去拜佛。心存一个感恩的心啊，你爱先走出来，吼、哦，对诸佛菩萨神圣爱一个感恩的心出来，才讲，那无咧吼，我确实我无时间，吼、哦，我无时间，吼、哦，因为感到遐现实，我无啦，我老师袂遐现实，佛祖嘛袂遐现实啦，讲、哦、你都较现实咧，啊，家己去歹就唔是啦，我讲唔对，因为我讲唔对的啦，吼、哦，我这都是问题啦，就是讲咱人无常，叫无常。哦，无常，哦，无永远好嘿，爱注意嘿，哈、哦，啊，春天啊，啊，接落啊天的娘，啊，接落啊天的娘，啊，咱若当当听话的时啊，听话咱就知影，到尾以后佫起来是，我嘛是会改，方法做玄关尔，玄关，哦，做玄关来改掉，哦，安尼尔，做玄关会当破头前行将，做玄关。尽量好两边来冲，两边啊，两边来冲，无要紧。啊，咱尽量卖用好边，卖操作过来尽量卖好边，不得已才有好边。那无尽量用两边来冲，两边来冲。比如现在头前只上多安尼，那出下去嘛，下去嘛。我问啊，该向安尼去，向安尼，恁行啊来冲只，无代志，吼，无要紧。啊，你就好只来冲，咱就该来冲。啊，若不得已咧。这边若要改安尼嘞，出去还阁崩着嘞，那么咱就要改安尼。总是直冲的，甲斜偏冲的，吼、哦、偏冲较无要紧，直冲就较厉害，吼、哦、直冲较厉害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方法嘞，我留一个尾啊，嘿，你起来，我再甲你讲，那无我袂甲你讲啊。好、哦，还要张一个信众地主。干那烦恼，我阿爷爸爸妈妈身体足袂平安嘞，真袂平安嘞。我凡是厝有问题，吼、哦，真袂平安嘞。啊，干那讲老师，你紧来甲厝甲。我无闲，才刚经煞，我才有闲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来甲我看，讲啊，那安尼吼，我伊看安尼报答好，我趁，看要安尼吼，我若有趁有钱，我会甲你答下。我唔是钱的问题，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不要把我弄错了，莫搞做弄唔对去啊。第一爱有时间，第二咧，吼、哦，你这叫做因缘时机到，我自然甲你瞧。但是厝的问题，我送一本册你等去，吼、哦，这册你等去甲你看，甲你做先生。伊讲我唔捌啦，我你捌字无？捌字，但是我来伫写白话文，吼、哦，咱个风水书啊，写本个吼，一本写本个一本个，吼、哦，拢是真清楚。各位若是讲对厝方面有啥疑问嘞，以后有啥疑问嘞，恁用写批来，吼、哦，我则有写本个吼，阳宅风水学嘞，写一本迄个风水学写本个迄个，吼、哦，会当送各位结缘，但是有主爱行啦，有主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啦，希望各位啊，会当得到这个妙法以后，哈、哦，会当利众生、利苦得乐、利益众生啦，
哈，利益所有的有缘的人、亲戚朋友，哈，离苦得乐，化解凡尘人间的烦愁，哈，化解哈风水的妙法，风水的妙法会当化解人世间的烦愁，这是确实真有应验，真有应验。过去足侪年前，哈，我伫咱彰化，彰化啊，有一间一个乡啦，吼，伊个吼，加一个公埕，吼，一个公埕咧，啊，即间咧吼，即间是人个祖厝，啊，即个祖厝。啊，这就是庙，地方的庙。啊，这个庙，啊，这间庙呢，这隔一条路，这条路呢，这是某乡，这是某乡的，这嘛某乡，某乡。啊，这个呢，就这边乡。啊，一个广场呢，啊，这个路界那就处处的就地界啦，地界处处啦。那么这祖厝这个祖厝呢，啊，甲这个甲要起对立，两个砖头起对立，砖头起砖头这砖甲这砖呢，这个庙甲一祖厝煞会互相有冲突，两边有冲突。啊，有冲突啦，我含我的那些师傅啊，含老师去去遐甲看，啊，就是去看这间祖厝。看这个祖厝咧，上台升起的，我师父讲，哼，你们这两个会打架，两个会打架，哈、哦，啊，为什么会打架呢？我问的师父为什么会打架？因为说祖厝咧，甲这庙咧，两个对面会打架，因为不同乡，哈、哦，无同的乡咧，会同会去争执。祖厝的那是一间庙啊，那哪一间庙啊，哈、哦，所以两个真正用啊，常常为了这代志吼，会争执，会争执就对。那么呢，这个庙呢，就相反的，因咱普通增加庙尖尖，哈、哦，每天有三千两块票这里，哈、哦，一只角，哈、哦，这角安来，啊，一只只一个金埕，两个金锣，哈、哦，金锣个，两个金锣，啊，两个金锣呢，这拄拄啊对着对这里两个这尖尖触角这里，好、哦哦，天哪干吼！奥妙代志足济，吼、哦！这触角安怎来？写起来结果呢？吼、哦，这个路呢，甲这个路呢，吼、哦，真是不是？啊，都安尼夹的，哈、啊，这都两只手，两只手呢，都夹，都得垫着这庙，这个路，啊，大家咧抢金锣，我老师讲，嘿，他祖先咧抢钱啊，甲神咧抢钱啊，咧抢钱啊。这个金锣，这个金锣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抢劫的一定要抢来，吼、哦，这边人身大小小的，啊，伊就要抢，就要抢来，是不？啊，这边呢，新生下来，伊就接到伊的，他好发到伊的，所以两个钟头会开始启动干锅，好、哦，启动干锅呢，那么我师傅啊，老师啊，好做一个办法，我好一个好办法，安尼俩，其他没无解，无解，好、哦，那么怎么办？伊这里呢？就是这里要做触觉这里，他这两边呢，他是弯来趴一个坑，一个坑吼，弯了两个坑，吼、哦，这触这红头边有两个坑嘛，耳啊。啊，这两个坑呢，就是一直要吸呢，那就怕去气功呼呼呼叫呢，一直要吸就对。哈、哦，啊，那么祖先呢，这个神，甲这个宫，这边整个宫厅呢，宫庙呢，祖先有一挂动干戈一直走出来。刚刚我老师讲很简单，你这个砍掉的，啊砍掉的，你就把遐都安两个镜子，说镜子就叫用镜甲砍的，这个砍掉起来，就规日拢镜，拢规日甲你镜到啊，两个拢镜，吼、哦，好难。
我们老师安两个镜子，那就好了。安两个镜子，这两个针头就不用给，哈、哦，把这个汤给它掉的，然后镜子来反射、反射。事实上呢，因为这手不是墙，而是金炉呢，火拢会烧着，会烧着烧着这两只手，哈、哦，这两只手烧着是啊。啊，那么呢，变成安，你用安静的挂些大大，且一手行呢，就把它反射、反射呢，这气就反射回去了。啊，转了就帅。好、哦，我老师也讲讲，因这这个做厨房，你啊，该这样做，你的祖先啊，你们的祖先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才袂到对面遐去动干锅。啊，那动干锅呢，你只家孙啊，就动干锅蒸好了，也动干锅。啊，按照有只安尼做，做了呢，就安尼。帅，到尾啊，过些才半年以后，我经过咧，我即摆两边有来往，两边有来往，无就没有来往。迄这是足奥妙，很奥妙，干那很简单。你了解这个法，了解这个法，安尼破开啊。若是啊，咱的祖厝安尼徛起，头前对出来都对着咱金汤、金鼎、金鼎啊。好、哦，你莫说好，恁兜小小拢来花的，迄招牌小小垃圾物去恁兜尔啦。好、哦，是那什么招人拎刀呢？那么一个方法还是用你什门刀顶呢挂着给人反射就好了，挂给人反射的都化化掉呀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安做。好、哦，所以这里化解人间的仇恨。好、哦，无像这个两个针头直接结完仇了，唔知个民国打几年，唔知个打几年。过来呢，咱这些人呢，徛家事业那未顺失啊。无符合如法的事，哈、哦。那么你咱事业做袂好势，家内袂平安，袂平安嘞。咱囡仔，也是咱大人，往往做代志会，就伤着他人，伤着别人啊。人就结冤仇啊，人结冤仇嘞，人会是心怨，哈、哦。要治要拍，哈、哦。要是要拍，也是要互相要过，种种问题发生啊。那么刷嘞嘞，人间的冤仇啊，甲恨啊。冤仇都结未煞咯，冤仇都未煞咯，吼、哦，这点是爱注意。所以咱风水啊，咱每个人的家庭、心灵的平和的事啊，吼、哦，咱都无怨恨，较未一寡心怨不怨。世间呢就会祥和，一个家庭减一个恩怨啊，社会了就减偌济麻烦。啊、哦，最近啊，哈、哦，都有一个，啊、哦，有一个人啊，哈、哦。有一个这个众生啊，因为自己的因缘，伊的因缘啊，哈，啊牵涉到政府，牵涉到政府的因，哈，煞甲政府官这个主管啊，煞误做一堆啊，煞煞误未煞。我未刷呢，啊！到尾我去遐看，哈、啊，去遐看我啊，这因缘啊，吼、哦，由来嘛是故啊，就是本身啊，本身伊家己所居住的环境、厝的环境啊，门对出去啊，好平一间土地公庙啊，土地公庙原来好好个，落灰嘞，刷伫面头前，正好平，正好平，滚到尾去啊，滚到尾去呢，啊，伊迄个福德嘞，吼、哦，福德社会。福德协会，哈、啊，福德正神协会，啊，协会呢，啊，佫向你遮来，哈、啊，啊，那个金殿伫边啊，什么呐，会好，这个丫头，啊，会严，会严呢，了了了，心平，哈、啊，较无多平，心会较乱，较乱呢，说说心会走出来，心一走出来呢，哈、啊，小可代志呢，心放袂去，所以造成呢，家己的困扰。造成呢，家内的困扰，哈、哦，啊，造成社会的困扰，这都是讲咱会发生的代志。那么，若是咱面头前拄到土地公庙啊，好平土地公庙，较简单的方法，一边火，咱这边爱水，外火内水，哈、哦，外火内水会当化解。比如讲。
咱厝安尼来吼，恁只看，咱的厝只来变白虎。白虎远，啊，本来是离，好像离卦，啊，白虎嘛是开离，嘛就是火，吼，虎的就是属火的神，哎呀，伊属火神，啊，属火神呢。那么你在安尼，你内底呢，入来你门中央呢，门中对着的所在呢，延长一直线呢，你把这个哈，最好放个水，水，水的水毒修嘛好啦，还是。有头水管嘛好啦，拢可以，一定要放一个水，它能够水火内水内水外火啊，安尼就会当家来会当平静去啊。先来个土地讲属火啊，好，火地啊本身就是白火神，土地讲本身就是白火神，好，白火神伊是属火，啊，大中关呐，无方向啊，迄、那个树德路。哈，玉德路，遐一间较早的消防队，啊，消防队咧面头前咧，拄一个土地公庙啊，哈，迄个真趣味，啊，变成做这路，遮长的路，啊，土地公咧，拄拄是正中。土地公，啊！一只消防车呢？啊！一只消防队，消防队。那站在咱公家机关呢？哈，公家机关呢？安尼呢？唔是好现象，唔是好现象啊！这土地公定伫遮呢？啊！做一届呢，决定要甲拆，画马就要甲拆。下晡开始无风去火烧厝，消防队就无闲甲安尼，哪有无闲好甲拆？啊，都火烧厝！啊，建南要甲拆，开要甲拆，都火烧厝。哈，啊，若无要甲拆呢，无风呢，遐消防队员呢，你要安心啊，做你困，困中头发多，哈，上班无代志，哈，这到尾呢，吼，就安唔敢甲拆，即摆嘛要得呢，哈，无风呢，即摆地方呢，迄个无风外环路，哈，将五国也庙，哈，圣贤堂、圣贤宫，啊，新隆大帝庙，啊。武峰这四德路，哈、啊，四德路，四德路，哈、啊，这四德路，这什么路？武峰的什么中正路款，还是林森路？哈、啊，这是消防队即马要得的，哈、啊，头前的消防队搬边起来，土地公要得的，迄个所以福德是属火，长生头啊，假使土地公啊，这是土地公无饲无几只只意外呢，火灾一定足济。好、哦，所以福德是属火。那么做了这现象也是啊，啊，咱用个水，第一呢，未伤着土地公，哈、啊，未伤着。啊，日后呢，咱一家人造保庇，内底呢，佫有财，水着财，水财，水财，哈、啊，钱嘛存开条。啊，即卖化解人间的仇恨，所以咱一个人啊，伫世间事件啊，顺事，哈，咱莫影响着他人，咱莫影响着别人，哈、啊。安尼是啊，咱相信呢，世间会完寿啊，幸啊，万谈幸啊，都袂走出来。比如咱工厂啊，工厂呢，火平那拢机器在动啊，吼、哦，那公家投资的是啊，那两个一定爱一个管一个较济，两个爱一个管一个，两个股东啊，一定一个管一个去。啊，那三个呢，啊一个嘛要管规定。好、哦，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讲这个厝内底啊，吼、哦，那活动啊。好、哦，工厂未顺是意外呢，会造成足侪冤仇冤案。咱若是啊，将这个缺点，吼、哦，厝工厂也好，徛家缺点呢，到摆到以后呢，咱人伫世间呐，冤案就减少呀，冤案减少，社会就问题就减少呀。哈、哦，啊，斗争，还斗争呢，就拄只讲迄祖厝甲庙，迄就一斗，或多少争，哈，多少斗争。一斗争呢，社会就乱起来。吼、哦，社一斗争是安怎来呢？一定你着骗我，还是我骗你？有当时我哦，这工厂安尼原来做认真做，做呢，向呢，
没顺势，这问题到伊没顺势，呼呼的溜滑梯，溜滑梯到尾啊嘞，我煞爱去走路，去走路就甲大家拖拖嘞啊，拖拖嘞，大家就兴我结冤仇，吼，就要拼，吼，就安尼要想办法，你就拖到有，吼，这就斗争就走出来。若是讲，哇，我的工厂真正内底的布置，吼，配置，感觉依照正法的时啊，吼，咱就真正正常在在运转啦。好，安尼来呢，我相信啦，大家拢有自尊呢，大家拢有自尊，大家拢希望呢，会当互人尊重，会互尊重，好、哦。可惜呢，咱呢，唔是，啊、哦，唔是讲真正彻底去的悟了这个法，好、哦，唔是真正彻底就悟了这个法，好、哦。所以咱呐，就是会当彻底悟了这个法啦，安尼是咱就未伤到他人，未伤到他人。啊，比如我现在有一间，吼、哦，就这个多呢，工厂，吼、哦，像这个，这一间工厂，大门对阿这边，哈、哦，过去这排案两面是拢对，是无问题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讲这毛过去，这拢唔对。这个叫龙虎洞，这个叫做龙虎洞。好、哦，龙虎洞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解决这个问题上好方法啊、哦，只有讲尽量呢，好别的物件，好别这边呢，机械有机械。咱就尽量无咧动诶，尽量无振动诶，吼，尽量放在好平。咱若逐工规工咧胖诶，咱就拢在凉平。若是变做哦，爱大动拢在凉平，好平咧尽量增。啊，不得已，姑姑啊，胖一届啊，吼，胖一届啊，安尼就可以勉勉强强，吼。这就是讲，咱若是安尼，像安尼良好斗诶，到尾尽做到尾咧，安心求心诶代志会做些。工作啦，公司啦，啊，做啊，互相会扣钱的工作做些，吼、哦，这良好道。那么像这办公厅，吼、哦，这办公厅你啊，这摆，无啊假啊吼，办公厅你就坐遮，坐遮，表面的坐遮是良平有靠，良平有力，啊、哦，良平有力是袂歹，吼、哦，良平啦。可惜呢，就是讲后壁啦，背后机器在胖，背后啊。你背后过去吼，这叫黄小人。靠在后壁扛到二级扛，你都唔知。吼，佮然后咧，含这个咧，吼，这个个白虎，这来个白虎个洞，吼，所白虎洞啊，咁样内神通外鬼，内神通外鬼，这得爱注意，啊，这那些在，这爱小心，嘿，啊，哎呀。这间厝哈，这间工厂，伊这条都地势，哈地势是安尼。地势安尼嘞哈，啊，这路，加上后边啦，背后入窗啦，嘛是黄小人。他从到二级坑啊，你都搞不清楚，当时啊二级坑你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这后边路枪，吼、哦，啊你坐阴山，坐阴，吼、哦，坐新，那么你办公厅从这里安尼来，啊、哦，你这门嘞，门个开安尼来，吼、哦，过去嘞，如果弄只洞，吼、哦，你门开安尼，你只去个好个洞，别好个震荡。哈、哦，所以别好当安尼来，这间办公厅呢，感觉就爱相当会考虑啊。
吼，要教会布置爱相当考虑，吼，若无咧，到尾啊是即、這个，未顺时以后咧，吼，未顺时以后咧，吼，即冤仇啦、斗争啦、互相烧相杀啦，吼，即爱真正细意，爱真正细意，吼，即就是讲咱会当防的，吼，会当防的，吼。啊，那么这方法啦，好，这方法呢，你叫做钢桥柱抬轿，钢桥诶，这门枪，钢桥柱，好，钢桥柱，钢咧行，哈，当你若足有真多钱以后呢，他们当时啊，规个方法，规碗盘，规碗盘咧走，哈哈，这爱注意啊，好，你爱请名师甲你解，好，请名师甲你解才有法咧，嘿，相互沾染啦。因为咱是事业未顺啊，未顺时的时啊，所以难免啊，会为着这个事业，吼，为着钱财，会做烧香杀，会烧香杀，哈。人有诶，就是为着别家干嘛呢？你着等我生存，吼。所以有当时会拼，迄个烧香杀就来。啊，搁有诶呢，一挂厝，咱就比如讲，咱遮附近市里附近遮。好、哦，这个鸡的山，啊，山卡遮嘞，山卡所大只，只囡仔嘞吼，伊的心会真怀，吼、哦，心会真怀，那像安尼。像遮个这种鸡啊，后壁鸡啊，爬山，后山爬厝，后山爬厝啊，啊个山悬，头前诶，头前起个深，山悬水深啥意思？过来。鬼面，人面鬼心啊！吼、哦，人面鬼心，吼、哦，人面鬼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像像这个吼、哦，这厝后壁山上我住伫山脚呢，囡仔家己有台会莫名其妙，糊涂事直直来，糊涂事直直做，唔只吼，咱这个叫做真侪年前啊，吼、哦，咱呐、啊。一个院长，吼、哦，遐少年囡仔，甲撕票去，就是山下只囡仔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呢，就是讲士林之狼啊，嘛山下囡仔，吼、哦，台北自行车之狼啊，嘛山下只囡仔，吼、哦，恐怖，出一挂人会慌，烧杀，吼、哦，那咱中国啊，自古以来遐爱战争是啥意思？嘿，中国几几堆。四个都战旗，话唔输是我战你去山头，你战我这个山头就拼。啊，中国唔只这山头主义，中国啊，这常常动荡不安，山头主义有够济。好、哦，我拼你拼我，一个山一个王，一粒山一个王。哦，这就是讲山形啊，会出事才出到这人，哈、哦。好、哦，这是山形。好，叫做五黄岐山，五黄岐啊，什么叫五黄呢？五黄呢，就是阴阳变化不一。心念念翻起翻到翻起翻到，无改变个就过啊，无改变个就过来，哈、哦，反目无情都丢。所以各位啊，以后你若要想买买新厝，买买别种，嘿，爱注意。头前对只山嘛袂使哩，吼，对只山尖尖嘛袂使哩。或者讲，这个叫做伫山卡，你要住，你嘛爱真考虑，接接啊，吼，接接的，一个东坡人卡入去啊，好遐棋足济，遐棋真济。当时啊，杨本官呐、啊，就来摆一接地理，遐个出超霸王，会出超霸王，好，接去。这一集就盆地，
这只是大山，哈、啊，这是一大山的家。啊，对面的哈、啊，这是这家拢这尖山就对。啊，一座大山外遮，有一只或者只盆地。一座顶，哈、啊。对面遮一个呢，哈、啊，一个真好顶，看着牡丹。牡丹飞飞的现伫内底。但是目前唔知道有人滴入无，我唔知啊。啊，但是牡丹开花啦，迄、那个牡丹呢，开散花，开散花，足惊出着老苍头，出着老苍头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牡丹散散绵绵，你也有去看呢，吼、哦，无完整，无完整起来，对面啊，你奇啊，乱奇乱奇，这都拢奇啊，拢奇形。乱奇阵啊！啊，那么照这样奇啦，有一正的时啊，这个直接会出王侯，直接啊会出王侯，哈、啊，会出真主就对。啊，所以当时杨贵妃嘛，诶，这杨本官呐、啊，哈、啊，大地理师啊，来将这个西墙北水口啊，这西墙呢，哈、啊，西墙呢，这水安怎来，就是去这边西。哈、哦，这边西，这边墙，西墙北水口哈，走水溪，这走水溪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问题啊哈，这就是讲会出着超霸王哈，极、哦、乱的会出超霸王。出草包哦，到尾乌人阵，花人阵，阵去乌人武，乌人阵的，所以当时杨本官呢，才来去接咧，含日本人来啊，伊也看得出这地理啊。这对直接的，拍在房间就片枪起来，个破灰。哈、啊，当时日本人啊，他团算啦，要来摆这地理的时啊，哈、哦，摆未过，落灰未过。到有一暝啦，民房搭一王爷公啊啦，哈、哦，这个工程师啊，哈、哦，王爷公啊，叫用机啊，个米，个唔是啥呢，雷破，这叫拍通过，无拍未过。你暗时拍天灾一百两，未过，哈、哦，就用机啊。唱片咧，惊机啊尔，你唔惊撑，吼惊机啊机，所以用机啊，就托帮啊，遐迄时呐托帮，吼迄条做工程师啊，哈，只就安尼，甲摆掉，摆掉咧，只袂出草霸王，无直接出草霸王，吼出头土霸王就对啦，哈，这是乱机啊，伊就所以咱这乱的地势啊，会出一挂人啊，吼会互相烧伤杀，烧伤杀。这个原理就是安尼。那么我咱台中关呐，吼，那台中关，东势镇，吼，东势啊，吼，地理是真水。大甲溪，中有一支山尖尖尖，当时你来去注意看哈，山有一支足高足尖的，啊，这个一个平台哈，这个平台，这神社，这东势街啊，这一条溪，这么一条路，哦，
这当时吼，这当时的所在啊，后边一个山，山真高，尖尖尖。好，你要看，迄个山是啥呢？迄嘛是鸡，迄嘛鸡。向我一个兔头鸡啊，举特别高，正鸡开始发号施令，开始要整。哈、啊，那么水果翻江，大家去水果翻江，好翻江。当时福建人出足济，因为大家去水真清，哈、啊，这水真清嘞，所以当时出福建人足济。当时啊，全省嘞，当时的福建是算是有名嘞。啊，当时的人足团结，真团结。那么就有这个旗诶。照讲当时嘛，出一个人真牛的人，哈、啊，真牛的人诶，啊，到即摆可能，还未出出来，啥话呢？就这个旗，孤旗，干呐单独一个旗俩孤旗，所以开始发起来，就刷，真紧就刷，啊，旗都开始搬俩好啊，刷过啊，无机电相搬，无机电相搬就对啦。那么有一个呢，修灵修诶。啊，修道的人，哦，一个大师啊，伊讲遐要创一个宇宙宇宙塔，啊，会当操纵伊宇宙啥？我讲你破去啊，破去，有你地球上呢，造些了些物件呢，你都我对操纵什么宇宙？咱地球伫宇宙间呢，一粒沙粉啊尔嘛，一粒沙粉那么就是沙粉啊大滴啦，伊讲创一个。放大镜看袂到物件，你有法度操纵整个电，这宇宙啦，迄都破去啊！迄幻想啊，幻想，迄物真正修行有智慧，唔对去，哈、啊！所以他妈要创个宇宙塔，唔对，迄阵无啥作用，哈、啊！迄阵是高音啊，高级啊，叫高音，哈、啊！迄成败有绝，高音嘞成败有绝，咱渐渐嘛，高音以后你若要去处。看哦，刷尖尖尖高高啦！你哦，是不是风景遐好？嘿，大气无偌久变去弄，那么四面顶都爱变去弄，嘿，迄就是讲高音，哈、啊。那么当时啊，这所在呢，就是讲最旺呢，会当出高人。若是咱一家厝，一家，好、啊，你啊看人厝唔知啊，哦，起到向这支嘞，向这支尖尖的时啊，啊，害咯，这出来囡仔。了了啊，出这一口罩的人啊，了了真爱去烧台，爱去烧拍，向多个变多，压起来变多，哈，那西洋啊，迄多压起来，常常去不满，去不满嘞，压多当然嘛，去烧法会太难。这以后嘞，山那地理的话，我详细种山形的地理，我准备做些资料好好个参考，哈，那咱若要住厝啊，爱注意，比如讲，到水现在。那么大一只，要起什么像呢？好、哦，向那边过，向这山到山中嘞，这做两边，好、哦、做两边起来，两边起来安有力，安尼就袂歹。那讲起你来起厝嘞，向山嘞对面山爱注意，你向出去啊，向你都边啊都好面家头嘞，出去囡仔嘞。阿摆拢走远路出去，出去干相拍，走远路离开故乡出去干相拍。好、啊，比如说啊，咱对面山，好、啊，即摆你阿讲向安尼，好、啊，我比一个啊，这，好、啊，遮白虎关，好、啊，遮关会是啊，好、啊，这囡仔一定走远方，搁第五房的人呢，走远。去做迄个阿哥做大头，吼、哦，去相拍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你向安吹，啊，你向安来呢，向这里来呢，渐渐呢，嘛是五房甲第二房，五房第二房呢，了来拼生死，兄弟啊，就拼生死啊，好、哦，若是讲你爱向对安尼去，向安尼去呢，两好并进，帮忙呢，帮忙就比较平顺。哦、所以这地理的形态啊，会出人，山川的灵气啊，会影响着人，哈、哦，山川灵气影响着人，哈、哦，所以咱啊风水地理啊，那歹食，哦，会予人，恶结冤仇啦，斗争啦，相互残杀等等的心会出来，甲行为，
吼，感觉无做就怪怪，吼，无拍拍的，未怪怪，一个都无代志嘞，无发生，感觉说无正常去，吼，所以这就是因的地理的形势，的形势。若是咱有学习这个地理的法啦，吼，学习这个地理法的时啊，咱会当来将这个伊的缺点啊。咱甲讲啊，你知不知？莫嘿，你无门向甲桥这里，门向甲桥是啥？桥向安尼出哩？哦，迄就劈开，足好。哈、啊，这功德足大。单单安尼尔，四两破千斤，凑成四两拨千斤。四两拨千斤就对，啊，拨千斤，四两拨千斤就对，啊，所以咱学习这个法门啊，唔是讲爱哦爱去开偌济钱，唔是安尼，若是咱的厝啦，向出哩。对面啊，拄啊人渐渐变多，渐渐那害咯，你干那流鼻血，哈，渐渐流鼻血，干那这血一直摆，哈，啊为着这艰苦，你是乡村的事啊，无要紧，哈，你安静，迄是不得已的，安静，那上好办法，你咱门甲敲这里门啊，那你即边甲拐倒一摆，甲拐倒一摆，何必到两边去，我出去，安尼甲解决啊。解决安尼功德足大，安尼功德你就真大，免讲哦，我一定爱安尼爱安尼迄个，免，也免讲说一定爱上什么经去什么寺，好，我顶回有讲的，台中啊，啊，有一个信徒的车厝在对面就对了哈。这栋厝哈，这北方啊，北方这巷啊，哈，这八米的巷，嘛八米不算巷啊啦哈。啊，这条条大楼，这七楼，哈，这间三楼就是这间厝。壁倒嘞，吼、哦，就写是吧？这一倒嘞，就写来滴是吧？大只的人啊，见大只暗时诶，拢爱靠靠安尼画安尼画安尼，出面头尾安尼奇怪，迄个人画那叫鬼电嘞安尼，吼叫鬼电嘞吼，安尼安尼画，哦啊，人家休未精神，啊，就是用就他吉他门砰的这精神个响，吉他门。啊！人讲你是安怎，伊唔知啊。啊，就讲看到几个字，你请法师来上经，好的做法，照海不过。哎，因这行的路，伊唔捌字，伊唔捌字呢。你讲上什么经，什么经，伊唔捌经啊，他不懂经啊，伊嘛唔捌迄个什么什么法师，伊就反正风哪来，刷就来，哈、啊，这叫做有理。游离电的游离电的，走哪地去啊？风车来啦，空气对流啦，啊，一直来，是组成的煞。所以人呐，困起的时啊，或者煞起的起的电呐，煞治疗煞未叮当，煞家己未叮当，就真嗨，啊，就一直用鬼的字，啊，结果呢，啥鬼？啊，大个咪见大人都见大未掉，原理是安那，就是这个，这间厝啊。这壁多啊！哈，壁多来上一间，好大上间。啊，过来呢，就是白虎，这栋是虎坪，白虎馆，白虎馆佫属阴，阴当，吼，阴是当，佫压掉嘞，啊，佫冲压。啊！你前日那像咱咧食西洋餐哦，食西餐的，你今晚迄个擦掉一边记，
吼，咱迄叉子叉子叉咧，啊一边锯，啊锯到火箭咧往下流，要走倒去，好咧哀哀叫安尼尔，吼，即就是讲，即个就厝的影响啊。那么你发落后车发输发落大声，落大声经落后上照常啊。若是咱知影即个方法，咱知影即个方法，咱就较简单。像即个方法呢，你袂先管袂用改一边去。即个方法呢，你先管啊改一边。哦，先管改安尼来，换这边啊出入，换这出入去。哈，这出入呢，拄拄啊，啊你出入这边换两边啊，两边有力。哈，啊这里都一半尔呢，哈。那么呢，你迄个改先管，先管呢，挖安入来。唔是对焦，遮袂使，遮安就袂使，爱飞安尼入来，改九十度，九十度咧横观吼，变做这间厝，我甲你放大下你看吼，你着爱安尼吼，这边，这边做窗个门，吼，我安入来，安尼，这一片大，一片细，吼，一片大，一片大。这是小三，这两小九，哦，一片大，一片细，啊，这里内底细，这大，咱出入就方便，啊，咱客厅就安尼来，啊，你这间厝内大平安啊嘛，安尼尔，热死啊！你若拄着这一间盖安尼用过呢，哈，你功德足大，你功德足大，救伊一口罩，救伊一口罩，哈，唔是讲哇，我是用什么其他方法提钱甲解决嘞，爱未解决，你简单安尼，所以啊。我要成就咱这叫做人间净土功德会的目的就是安尼。啊，假使有拄着真一不得已，艰苦间呢，我都救啊。啊，咱功德会大家只义工做会到，帮忙伊，吼，甲改善者，安尼伊这口罩的人啊，渐渐就好起来，渐渐平安起来。吼，这就是咧原理安尼。吼，所以一间厝啊，一间厝啊，迄个会好歹会影响着人，咱人间有通。咱会当帮助人来解决遮个问题，所以心念甲行为啊，就是讲厝若好，咱个人心所想个念头拢是个，所做个拢好个。那风水若歹个时啊，吼厝着若歹，咱因为袂顺心，头壳想个真消极，乌乱想，吼乌乱想，啊心啊所想个呢，完全呢两回事，啊个做个两回事。造成社会上的困扰，哈，这就是讲，咱啊学习这个第二法门，上大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人呐。现在咱这节课暂时到这就断落，后一个继续开始。